jungle. Audio Jungle. 原标题：饿死一千万人，赔一千亿两白银。今天叙利亚堪比百年前中国。4月13日，美国联合英国、法国，未经联合国安理会授权，以叙利亚政府使用化学武器为由，对其发动了精准打击。早在四天前，联合国安理会召开叙利亚化学武器问题紧急会议，叙利亚常驻联合国代表巴沙尔贾法里用了近半个小时，怒斥美英法无耻的侵略行径，说他们是骗子、搅屎棍、伪君子。整个发言中，他据理力争，为自己的国家做着最后的申辩，但是在弱肉强食的现实面前，即使他苦苦辩解，依然没能让自己的国家免于攻击，因为没有人愿意听一个弱者的呐喊。英美代表在他开始发言的时候，已经早早的离开了会场。这位代表什么也没能改变，美国没有停止空袭的计划，导弹依旧还是落在了大马士革。随后好多网友转发了巴沙尔贾法里的照片，他无言的坐在窗边，相比起纽约的繁华与和平，此刻他的国家却处于一片战火中。这张照片又一次向我们强调了一个从未变过的事实，弱国无外交。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美、英、法要联合攻打叙利亚？美、英、法，我们怀疑叙利亚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为什么不联合攻打俄罗斯？美、英、法，因为俄罗斯真的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西方国家用谎言蒙骗世人。利比亚、伊拉克、南斯拉夫，这些鲜活的例子已经警醒了全世界的人们，那些西方国家根本不会履行自己的承诺，这些文明国家从来都不在乎所谓的国际法，他们只相信弱肉强食、弱国。对不起，你真的没啥外交。今天的叙利亚仿佛让我们想起了曾经的中国，百年前中国也曾无数次被拎到谈判桌，被迫签下屈辱条约。在引发五四运动的巴黎和会上，中国作为一战战胜国，却遭遇了战败国的屈辱。14万名劳工参与协约国的战场后勤保障，以牺牲5万人的代价，却换来了将战败国德国在山东的权益转让给日本的结果。中国代表顾维钧愤怒地说道，我们拒绝签字，你们记住，请你们记住，中国人永远不会忘记这沉痛的一天。10多年之后，当中国再次向国联控诉日本侵占东北三省时，得到的是一样的回应，那些列强们对维护公理根本毫无兴趣，他们永远只在乎自己的利益不被侵犯。据统计，近百年来，帝国主义强迫中国共签订了1100多个不平等条约，通过这些不平等条约掠去战争赔款和其他款项达白银1000亿两，其中南京条约、马关条约、辛丑条约等8个不平等条约就勒索赔款 19.53 亿两白银，相当于清政府1901年收入的16倍。日本仅通过马关条约勒索的赔款 2.3 亿两白银，就相当于当时日本国家财政4年半的收入。再加上旧中国长期以来的军阀割据，战乱不已，人民更是灾难深重，生存维艰。据估算，旧中国有 80% 的人长期处于饥饿、半饥饿状态，几乎每年都有几万到几十万人因饥饿而死，如果遇到自然灾害更是饿殍遍野。1943年仅河南一省饿死者就达到300万人，另有1500万人靠啃草根、吃树皮度日，濒临死亡边缘。解放战争时期，国民政府又大量的榨取民脂民膏，造成经济全面崩溃。1946年各地饿死1000万人，1947年全国饥民竟达1亿多人，占当时全国人口的 22%。 如今叙利亚的到处饥饿逃荒的难民，国土的支离破碎，再加上外交的节节失利，多么像100多年以前我们的屈辱历史。历史上曾沦为弱者的每一个国家都会清晰明白这种有心杀贼无力回天的痛苦。所以说，要想当体面的绅士，玩小清新，就得有真家伙，没有杀手锏，谁都可以骑在你的头上。
战争从未走远，更可怕的是以文明之名发动的战争。如今一个世纪过去了，中国已不是当时的那个中国，而世界还是当初的那个世界。不过虎哥相信，正义终究是会战胜邪恶的，历史将会证明一切。这不是一个和平的时代，感恩我们生活在一个和平的国家，所以一起努力奋斗，为祖国复兴而努力工作学习，同情叙利亚人民，唯愿天佑中华。